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！ 别去了呀，人家，人家小丑拦开啊，就硬剑是吧？硬死。全军出击。硬死，是真有病，真是有病。人家小丑拦开就硬要那上那野区去，也不知道干啥，你就该骂。罪恶潜伏在各处。来，我点滚过来。我闻到了黑魔法的味道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我咋了？血有点少啊，但没关系啊。令人恐惧的阴影。没技能啊，这小子。刚第一波没太玩好。这螳螂这位置挺烦人的，先来个皮牌，没事，征服者持续伤害也是可以的，我们有吸血。哎，小心点。怎么感觉这么难受呢？我得稍微调整一下。控一波兵线啊。我听见了，然后我们再插个眼儿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落手搁草丛里头呢啊！直接插眼一。点，滚过来！点，来点，点，点，滚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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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，点。他没有皮孩是吧？我征服者触发了。他没有皮孩，我有皮孩，加上我被动，怎么能点他这么费劲？
嘿。玩的是真累，哎，妈的，勾到塔里边，让塔给我砸了一下。没事，先来个攻速海。这个距离把控的吧，不是那么很好。哎，我380，他一个360，怎么能追上我的呢？我真是操了。黑夜，我生气了。你成功的惹怒了我，小伙子。你给我点信号，这波我也走不了，啊！我必须得推完这波线儿。我看我们回家出个什么？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差一把长剑。来吧，小伙子，这波他有疾跑啊！来，点点点滚点点，来，插个眼儿的，防止螳螂过来啊！点 ，nice， 点，点滚，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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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e， 点滚，点，点，这也能流死？我操！真是令人烦躁。
应该升个级好了，点死一个兵升个级。关键还是刚才那红没拿着，那红 buff 拿着就好了，没有减速。还好每一波我们技能跟他都是同时放的啊。连杀这么多把，哎呀我操，真是有点烦。他马上有闪现啊，这波不点了，他马上有闪，我让他出来，省得老在塔前一掌就给我蹬塔里边去了，我不上了，我让他出来。哎呦，不上了，不能上，他有闪现，挡个 E 啊。完了，渡层脱落了，没吃几层啊。罪恶潜伏，哪里来个螳螂，我要是强攻他都死了。哎，真他妈的气人，个破征服者。小丑还送了，不过还行，他没有吃到经验啊，不是，他没吃到钱，可以接受。多兰剑卖了，直接我们换个盾弓。闪现躲一杀了，还有人跟我在那闪现躲一杀了，我要闪现躲个扣还行，闪现躲一，那一技能一共能打50点血，都撑死了。算了，这蓝不打了，打蓝没有意义。不打了。
跟我打。你跟我打，长本事了小伙子，这叫盾攻。得，下边他没疾跑了，我还有闪现。黑夜也会怕我。来人了，泰坦来了，我们先撤一手啊，等一下队友。下路挺厉害的，打野也还行。哎呦，打个红的，算了，我救一波凯隐，不是救一波永恩啊。给我吃个经验漂亮，打个蓝 buff。 哇，这 ADC 居然把蓝给我 ADC， 我的天哪，下路推，中路推，我们不上去，省得他那个破坏者加上 E 给我们给瞪过去了，不去啊，就不去。下路推，兵者没有大，不用害怕。走，我们支援一波。来，疾跑开起来，大招开一下，两下滚，三下一下闪现点，再点一下滚过来 AB， 再点点滚点死，漂亮！推中，下路没兵线了。稍微找回点操作啊。打个小龙去，走。稍微找回点操作，怎么的，咱也是辅助过巫师的人，也不可能给他丢人。征服者没点满过，那也没办法，那带错了，那就只能这个样子了。这红 buff 我说实话我很想给这 ADC， 但是这个 ADC 明显他就不想要啊，上一波他就不要，我就知道了，这人呐对于红 buff 蓝 buff 不是那么很需求。我去拿张纸鼠标，飓风威威怎么的了，不行吗？来个飓风。
我随便出一个不行吗？可以打，我们打大龙老快了。飓风为因，一个 QQ 三个。ADG 快点来打呀！我们打着大龙，嗖嗖的，两秒钟大龙就死了，全是百分比掉血。这些百分比掉血的英雄虚区是真的高，打大龙是真快。下路推，哦呦，点滚，点点点，开大招，滚过来，点点点，滚，点点一，点点滚，为什么给他一回家了呀？我先给他一这边墙上来呢，你给我勾他，勾他，漂亮，这回还不把他打死啊？哎，维恩这飓风能不能触发这三环？不能啊，那出个屁呀！今天的 ADC 有点玩不好，所以我决定我要来把卢仙，我要来把卢仙。